欢迎收听挺立掏心话 Caltrip Talk Talk Show。 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， 我是刘妈妈。 Oh my god mom， I can't believe it， 我们怎么会一起在这里录节目。对呀、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母亲这个话题，所以才会邀请你来。你等一下会不会哭啊？应该不会吧。那有的时候你很奇怪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淡定，但是你就是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就是喷眼泪。怀孕的时候我很辛苦啊。对呀、每个妈妈都会经过这个过程，到了一个年龄层，渐渐的会开始觉得说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，尤其当了妈妈以后，你会想要好好的陪伴小孩长大。你会觉得说 OK， 你的饮食要均衡之外，你还要运动锻炼你的肌肉，补充维他命，然后保健品，因为你要照顾好你的肌肉你的骨骼，就是为了像你现在这样子，对，来70岁的你还有行动力。我自己是吃挺力钙强力锭，一天只要吃两次，早晚就是1200毫克的钙，除了补充钙以外，还有微量元素维生素 D 都可以一直帮你补充好，给骨骼啊肌肉啊有双效的保护。我生完4个孩子之后，很早就有在吃挺力补充钙，尤其过了50岁之后，开始加入了挺力乐活强力钙的保养。那维生素 D 呢，是促进钙质的吸收，镁呢是维持肌肉正常的功能，维生素 C 呢又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。那在最后的 ending，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拥有精彩的人生。你先讲。一定要过好身体，有个健康的身体才会有精彩的人生。挺力乐活强力钙，我的最爱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每一刻的现在。挺力掏心话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拜拜。